話網簽嘅時候問到點解會有另一個名咧？咁一個就係備案名啦，一個係推廣名。個五百米就已經到香港大橋嘅，但係香港大橋再前少少嘅情況下，就已經係到咗嘉和城噶啦。嘉和城就比較出名啲啦，大嘅商場係啦。而家呢個時間要收樓，點算好？收樓搖樓裝修家私電器為你度身訂造，唔使奔波勞碌來往大灣區，安在家中就有專人為你服務。咁多服務咪好貴？大灣區代收樓服務，疫情價只需199，喺 V 家管家王用直播收樓真係199。咁你快啲幫我收樓先啦！冇問題。咁裝修點算啊？交俾我啦！香港落單，內地施工，而家裝修王只需要99蚊就可以出到裝修平面圖同效果圖，有 V 家就有安樂的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翻到嚟 V 家嘅频道，我系阿雪，我系 Kenneth， 我系 Ricky。好啦，咁我哋咧今日翻到嚟香海大桥嘅桥头堡啊，时代都会大景，咁佢仲有另一个名噶喎，东方威尼城。系啦，佢叫做东方威尼城啦，咁大家喺后面个牌咧都睇到，唔知睇唔睇到啦，镜头前面。咁佢仲有另一个名嘅，因为前期咧都有比较多嘅客户问到啊，网签嘅时候问到，点解会有另一个名咧？咁一个就系备案名啦，一个系推广名。咁大家到时个门牌咧都系时代都会大景噶啦。系啦，或者揾高德地图嘅情况下，揾时代都会大景都其实已经系显示咗呢度噶啦。咁啊呢度就提示翻大家啦。咁呢个位置啦，非常之便利啦，我哋嘅西部中心城区 A 片区啊，咁啊亦都非常之近我哋嘅香海大橋啦，而且香海大橋咧喺明年22年咧就可以正式通車噶啦，咁亦都係大家非常之期待嘅一個大橋啦。咁另外啦，呢一度咧我哋轉出去啦，嗰邊咧就已經有個公交車站啦，就係屬於東方威尼城嘅公交車站啦。咁啊，暢遊成個珠海噶喎。咁附近都會有嘉和城嘅商業配套啦，同埋未來仲有有幾個大型商場都會喺呢度落成嘅，2-3年左右啦。係啊，非常之好嘅地理位置啦。咁咧，我哋前期都非常之多嘅業主咧購買咗呢一個單位嘅喎，咁都恭喜曬佢哋先啦。咁同埋咧，今日主要就為大家咧回訪翻呢一邊嘅工程進度。咁但係啦，因為我哋入唔到去小區啊，唔可以親身行入去俾大家睇下。咁咧，但係我哋就會附上一個靚靚嘅航拍俾大家睇嘅。好啦，咁我哋而家即刻去片先。好啦，咁啱啱咧就带大家欣赏咗个航拍啦，咁就俾大家睇下依家咧时代都会大景嘅工程进度如何啦。咁依家咧就翻到嚟沙盘嘅位置咧，都同大家 update 翻一啲最新嘅在售资讯先。OK， 咁咧一齐嚟睇下个沙盘咯。哦，头先航拍应该都睇得好清楚啦，其实一大部分都系已经拆晒棚架噶啦。咁啊，同大家温故知新下啦。咁啊，时代都会大景啦，系一个非常之大嘅项目啦。咁啊，佢嘅占地咧就系38万平嘅，咁总建面就去到102万平啦。咁系一个大型嘅社区嚟嘅，分咗7期去开发。咁一期咧其实都已经入住紧噶啦。咁我哋在售同埋卖咗嘅就系2期啦。嗱，一期就喺呢个位置，大家都会见到有售罄嘅。但其實都會大景咧，佢本身分咗3個地塊，咁一期同埋3期呢個係一個地塊啦，呢邊係將來嘅3期，跟住大家見到呢個水晶體嘅情況下，呢邊係統括別墅加埋高層係2期嘅，咁後邊咧就會有一個大地塊，就4期到7期噶啦，呢個位置。
即係矮嗰啲水晶體呢個位置，全部都係七期，四至七期嘅。係啦，主要就三大地塊嘅。咁啊，我哋集中啦，依家主要咧都係在售緊二期嘅。咁同埋咧，都同大家睇下啦，依家周邊嘅配套有啲乜嘢 update 先。OK， 嗱，如果配套嘅情況下咧，啱啱所講三期呢個位置咧，大家會比較留意嘅，可能就呢度會有個露天泳池啦。係啦。咁其實佢成個區即係成個小區呢一至七期嘅情況下，其實佢有兩個露天泳池嘅，仲有一個喺五期呢個位置。係啦。咁我哋所有期數嘅業主咧，暫定咧其實都係可以使用嘅。嗯。係啦，咁到時都會收翻個費用啦。咁當然。咁你始終都要如果你係免費嘅，個個跳落去你都唔中意啦，係咪先？係啦。OK， 咁仲有啦，二期呢個位置咧係呢個十八棟係啦，同二十棟出邊會有個會所喺度嘅。你話會所一暫定佢裏邊有啲咩咧？就係可能健身室啊、棋牌室啊、兒童玩樂啊、咖啡啊等等啊。咁啊，呢個暫時規劃就係咁樣樣嘅。咁呢一個會所咧就三層高啦，1000平嘅，係啦。咁啊，會喺呢一個位置，咁都已經起好咗噶啦。其實已經，咁到時咧就係二期交樓時候啦，咁會所呢度都會投入使用嘅。好，咁另外咧，一個幼兒園咧就係一個私立嘅幼兒園啦，咁都係會同我哋二期咧交樓嘅時候咧就一齊去交嘅，都會一齊開始投入使用嘅。咁我哋二期嘅交樓時間係幾時咧？會喺二二年嘅。係啦，咁二二年咧就首先係會交咗我哋嘅20棟、21棟同埋29棟先嘅。咁因為咧呢3棟咧都係我哋早期啦，我哋嘅業主都有購買咗嘅，都比較多。咁我哋二二年就會陸續去交樓噶啦。咁其餘咧，依家在售嗰啲咧都會陸續交樓啦。咁就係去到23年嘅年中左右嘅。咁交樓嘅時間段其實就係22年嘅年中啦，去到23年嘅年中，咁就會二期就會交曬樓噶啦。咁其實成個都會大景個板塊咧，都唔止係呢個私立幼兒園嘅，因為佢去到七期嗰度都仲有個公立幼兒園喺嗰度。超大啊嘛，個社區係啦。咁去到嗰邊咧，仲有個幸福河濕地公園，係啦，咁仲有呢邊西面嘅左右咧，仲有個八頭湖中學喺度嘅。咁側邊仲有個規劃用地啊，係小學嘅。咁其實側邊個個學區配套咧都係非常之好嘅呢一邊。係啦，咁啊環境方面啦，咁啊同大家講咗啦。咁最主要咧都想同大家講翻呢個香海大橋佢嘅落成時間啊。咁咧預計咧其實就係今年年底就會落成㗎啦，香海大橋。係啦，因為香港大橋其實我們都有航拍的，其實已經是做到差不多到這裡了，已經是到橋頭的路口位了。我們攝影師已經拍了了，稍後都會為大家附上航拍。預計就是我們下年的年初它就會試運行的，去到5月份到6月份左右就會通車了，正式通車，就預計是這個時間段的。都有紅頭文件出了，所以就我們就更新大家這一樣。而且這個香港大橋距離我們的項目是500米左右，非常之近。如果揸車，我諗一分鐘都唔使就到啦。係啦，非常之近啦。咁啊，而呢一個樓盤咧，亦都係我哋呢個西部中心城區嘅 A 片區啦，比較成熟嘅片區嚟嘅。咁所以咧，呢一個樓盤咧都非常之受我哋嘅客户歡迎。因為因為如果由呢個樓盤出去嘅情況下，啱啱咪講嗰個500米就已經到香港大橋嘅。但係香港大橋再前少少嘅情況下，就已經係到咗嘉和城噶啦。嘉和城就比較出名啲啦，大商場係啦，湖心路嘅比較成熟嘅商場咁解咯。而且咧，嘉和城嗰邊咧都仲會有個體育中心啦，佢就預計今年年底都動工噶啦。係啦，嗰個體育中心咧就會比較大型一啲嘅，即係你想玩呢個羽毛球啊，各樣嘢咧，咁就可以去翻體育中心嗰邊啦。因為都有啲客户咧都會諮詢翻，如果要做運動嘅話，可以去邊度？咁嗰個體育中心落成咗之後咧，大家就可以去嗰邊啦。OK， 咁我哋不如講翻啦，我哋二期到底在售緊啲乜嘢咧？依家好啦，依家在售咧就係47棟嘅，依家47棟總層樓高咧就32層高嘅，咁佢就三梯七户啦。咁同大家講下個方向先，這個位置近我哋呢邊嘅咧就係北邊，如果近幸福河嗰邊咧就係西邊嚟嘅，同埋南邊都可以望到河景。咁東面就係呢個位置啦，望翻我哋嘅別墅區。係啦，望翻別墅區同園林區咯。咁依家在售咩户型啊？雪係啦，咁我哋咧都精選咗啲單位俾大家嘅，因為佢嘅户型選擇啦，大家見到都比較多啦，面積段嘅選擇都比較多嘅產品户型方面。咁我哋逐個講下先啦。咁首先咧，01
咁零一咧就係一個東北朝向嘅單位啦，咁佢就係68平嘅，做到兩房嘅單位。因為咧其實都比較多客咧都揾一啲細面積啲嘅户型嚟嘅，咁而且佢都做到兩房啦。咁呢一個咧精選俾大家嘅就係25樓嘅零一單位，咁原價咧就係144萬啊，咁折後就係136萬左右嘅。其實依家呢啲兩房都幾好賣啊，因為可能多咗後生仔依家上車。上車盤啦，呢啲就係係啦，咁啊，同埋咧西區呢邊咧都多一啲後生租嘅，係啦，因為可能都多咗人啦，喺呢邊工作啦，珠海人口都升咗唔少啦，已經。其實斗門有60幾萬人喺度。係啦。咁啊，去到02單位啦，02都就係一個東南向嘅單位嚟嘅，92平，咁啊精選咗一套15樓嘅單位俾大家，咁原價咧就係186萬啦，折後就係175萬左右啫。咁啊，去到我哋嘅03啦，03就係43平嘅一個最細户型嘅單位嚟噶啦。都係最多客户揾噶。係啊，真係都多客户揾嘅，因為都唔少客咧係想揾一啲單人嘅住宅，係啦，又唔想要公寓，又想要住宅嘅。咁但係咧，呢一個咧就冧身比較細啲，係啦，就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嚟嘅。同埋43方其實都幾好租噶，因為以我所知呢度附近嘅大概呢啲細平方，就算大平方都好，都係2000零蚊。呢個細平方反而租到2000蚊左右。係啦，係啊，呢啲多數都比較受歡迎去租，即係好似我哋依家即係宿舍，我哋公司宿舍租嘅，咁都係一啲單人嘅公寓啦。我哋嗰啲就係公寓啦。我哋嗰邊住宅會更加受歡迎咯。我哋嗰邊喺香洲嗰邊就大概3000幾噶啦。係。因為始終住宅性質咧，咁嗰個管理啊、私隱性啊都會好啲嘅。因為始終佢係個小區封閉管理噶嘛。咁啊呢個43平啦，講翻我哋就精選咗一套22樓嘅俾大家啦。咁原價咧就係94萬，咁折後咧就係90萬啫。都幾抵喎！依家。係啦，咁啊。100萬唔使喎。係啦，咁啊可以90萬啦，咁就可以入住呢個湖心路呢邊啦。OK， 咁啊，去到06嘅單位啦。咁呢個06單位咧就係83平嘅，亦都係都非常之受歡迎嘅。咁已經係冇乜貨噶啦，呢一度係啦，最後幾套嘅啫。咁呢一套咧，我哋精選咗就係28樓嘅單位嚟嘅。係啦，咁就原價啦170萬，咁折後咧就係160萬左右啫。哇！如果你係06嘅情況下，係可以望到河景喎呢邊，係啦，西南朝向。係啦，同埋側邊係學校啊，唔會見高噶啦嘛，已經係。咁即係呢個景係永久景啦。係啦，咁啊，同埋呢個就真係啱一個家庭住嘅單位嚟嘅。係啦，咁啊，大概啦就係精選咗呢幾套俾大家，亦都係比較受歡迎嘅。咁因為都會大景，佢真係個位置方便啦，配套成熟啦，加上佢嘅户型選擇都非常之多啊！即係你想要細嘅我嚟做投資出租嘅又得。咁我如果係我嚟上車嘅68平呢啲又得。咁如果係真係想一家大細喺度住嘅80幾平呢啲又得。係啦，又或者想住豪宅，亦都有選擇，因為佢46棟同30棟係192方嘅。係啦，咁我哋依家主要在售咧就係30棟，咁30棟咧就係一啲大平層嚟嘅，因為其實我哋都收到唔少業主咧係想揾一啲平層。大平層嘅，即係一定要去到170至到190，係啦，2000尺左右嘅單位啊，咁啊都會大景，亦都有選擇俾大家喎。因為成個斗門，你話呢邊真係唔覺有喎，真係唔覺有。咁啊，30棟咧，呢一個咧就係兩户嘅啫。係啦，兩邊嘅啫，咁同埋咧，佢就係28層高嘅，咁我都精選咗一套俾大家啦，就係22樓嘅，22樓02室啦，192平，係東南朝向嘅，咁原價咧就係364萬啦，咁折後總價咧就係337萬，都 OK 啊。係啦，咁啊去到2000尺左右㗎啦呢套單位，咁但係咧呢一個就係無坯嘅單位嚟嘅，係啦，咁其餘啦，啱啱47棟嗰啲就係精裝單位嚟嘅，咁呢度就留意翻。你話一房至到3房細細地90幾至到40幾嗰啲精裝 OK 啦，唔使搞咁多嘢啊嘛。係啊，但如果你買到差唔多2000尺嘅情況下，喂，即係比較有。富有的人都會比較喜歡自己設計的嘛。係啦，啱邊啲人咧，就係可能喜歡一些大面積的，喜歡住大屋啦。咁但係又唔想去別墅嗰種，因為要行樓梯。咁啊，中意啲平層嘅，咁就可以選擇呢一個啦，192平嘅一個。一般香港人咧都係中意望景為主啊。咁如果你話住別墅，其實又有高層選擇啊，呢一度。選擇，所以通常都係會揀啲20幾樓以上。
係啦，咁啊同大家 update 埋車位方面啦，車位配比方面咧就係1:1嘅。咁啊物業方面咧就用翻萬方嘅物業，咁就係2.5一平方。咁另外咧都想同大家 update 埋佢嘅主出入口啊。嗯，主出入口嘅情況下咧，會所呢度會有個東面嘅主入口啦。係啦，呢個係人行嘅嚇。二期嘅出入口。跟住仲有個北向嘅入口就喺呢度。係啦，咁。主要就兩個出入口啦。好，咁大致上就係咁樣啦。咁另外咧，我哋都會附上翻呢個192平嘅示範單位咧，俾大家欣賞翻嘅。又可以睇豪宅喎。係啦，豪宅。係啦，咁大提多大家一次啦，192平咧係無坯交付嘅嚇。到時揾翻我哋裝修王。係啦。今日的回访大致就嚟到呢度啦，咁大家睇埋呢个192平嘅四房单位啦，系咪好靓咧？咁其实咁如果大家中意嘅话，就记得揾翻我哋各大门市嘅销售啦。咁工程进度啦都非常之理想啦，咁所以买咗都会大景嘅业主咧，都可以验收一下你哋嘅工程进度啦。咁大可惜啦，暂时又未入到小区拍俾大家睇。咁如果迟啲啦开放咗俾我哋入去嘅话咧，我哋都会尽快拍翻个回访俾大家睇嘅。好，咁周边啦。配套咧都完善啦，各樣嘢都非常之好，咁各位業主都可以放心啦。OK， 咁如果咧仲有興趣購買我哋47棟啦，同埋30棟在售嘅產品嘅話咧，就記得揾我哋啦。去到43平啦，去到192平嘅產品都有嘅，選擇非常之多。OK， 一房到四房啊。冇錯。好啦，咁記得訂閱 V 家嘅頻道啦，撳埋側邊嘅鐘仔，咁一有新消息你就一定唔會錯過啦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